天天啊，都是在提心吊胆啊，这种瘟疫啊不断在扩散啊，所以让大家心很惶恐。的确，这就是很令人心惶恐的。不过这种事情啊，一旦有了，应该是要乐意配合，就是要赶快做预防。目前呢，没有其他的办法，总是隔离。我们应该大家呢，心平气和。不只是找出了这样的病因出来，病因既然找出来了，总是有待于时日。哎，好，专家的人较安心，赶紧去研究要用什么药，赶快去研究出来，给他们一点时间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。病患做治疗，我们要用尊重支持的，我们应该要来相信啊，信，相信，人与人之间一定要互信啊，相信。现在的卫生单位、环保单位怎么来做？他们要好好的去做一个沟通。能让人民呢最安全的处理，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信心。一旦有病了，赶快隔离。那提早发现，赶紧隔离。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呐，都是很密集嘛，人跟人的中间都很密集嘛。近距离的感染呢，不是不可能的啦。我想现在最好的办法啦，真正的病因呢是来自于动物，所以呢，病从口入啊。杀业本来就很重啦，我们以前也这么说啊。那要安怎样才会当好消灭天下灾难？第一，感染的是对靠入，对靠出，靠入呢就是吃，看普天之下的生命啊，吃了多少生命，不都得那亲像汤阿婆啊，那一种埋葬了很多的生命在这个不都的来的，你想，那呼出去的走。浊气呀，有偌大，人愈多呀，污浊呢是越多。这个每一个人的肚子里面的这个汤阿婆啊，迄种的浊气呢，有偌多啊。所以呢，病从口入。那真正的灾难是对倒来呢，是业力的积集。所以讲，病嘛是对人吃的，啊吃呢都爱抬嘛，要有人要去杀，有人去煮啊、烹饪啊等等。所以这个病菌呢，就是这样的不断的累积，不断的累积呀、啊。所以呢，刚才呀，大家人不多地所埋掉的呢，唔只是尸体，佫是冤魂哦。哦那个冤魂啊，冤生死海很难平啊，你知呀？所以呢，最好啊，捡沙叶哦。那要爱知呀？那个战争啊，什么时阵会平息啊？佛陀都讲，你去听。听道门的半夜声，道，地道啊，
道门的半夜声，这当阵呢，连这个道门的半夜声都听不到了，因为呢，现在的实验呢是用机器化，安尼个录入去吼，连哀一声的机会都无咯，所以呢，迄个哀未出来的，迄个怨甲愤呐，那种的怨呐、恨呐。这叫做众生业力，那种的业的万分，实在是可怕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只以为是好人呐、不知觉中啊，其实呢结了多少怨恨，那个万个分呐，的确实在是很多啦。你叫他卖台吼。那若卖家伊都未抬呀，本来呀、爱斋戒，所以我现在都要说，不只是说戒慎恐惧，这个恐惧呢，我说我们不要再提恐惧的了，我们大家安心，但是呢，要虔诚斋戒，斋戒，戒，那就是。卖善啦，啊，唔只是卖善，那你心嘛也不要起动念，所以盖好咱的心。但是呢，灾，好、盖就是盖善，灾就是起灾所行。过去啊，过去，国家有灾有难的时阵。上主天主国王大神庶民呐、拢爱斋戒，讲好话，做好事，发好心，这呢就是啊，清除咱的身心口业，咱的行为，然后呢，真正改善，这才有法度呢，讲迄、那个。虔诚的声音的祈祷啊，这种的声波啦，好话，在过年期间，我不是说要有三好吗？要口说好话，这种好话的虔诚的心好意啊，大家来共鸣，这个声波共鸣啊，阿弥。才有法度通堵住啦，才会当通让社会大家人心安，提起相信。啊，那无呢？互相无相信，互相对立，安尼呢？大家人拢无心办正事，那大家人呢，都无心通相信，安尼的社会呢，是真可怕。眼睁睁的看着。这样的病毒呢，不断不断在扩散。我们这一次要尽心，要尽力啊！家家呢，要斋戒、受行，对家己做起。是的，从自己做起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能向谁说呢？所以，请大家要相信这种的心。Q 以后，这个时阵呢，唯有三合一：说好话、做好事、发好愿，提起信心面对现在的环境，才有办法的。我们还是呢，不要惶恐，太惶恐了。也变成了整个社会呢，人人都会有忧郁症，所以还是要把心，较轻松一点吼。但是呢，不要放纵，唔通放纵。那能不能大家能发挥这一份的最虔诚的心？好吧，时间一分一秒滴滴过去，真的呢，我们大家要来把握时间，说好话，做好事，发好愿。